今天我们去找淮扬菜。淮扬菜中国四大菜系之一，起源于江苏，菜系多以河鲜为主，擅长炖焖烧煮，口味清鲜，甜咸适中。盐水鸭经典的一道菜，非常的入味，有一丁点咸。熟醉虾挺精致的，这个须须，哇哇，完了，虾子全撒身上了，味道怎么样？那个花雕的甜刚刚好耶，个人真的还是对重醉比较喜欢。响油鳝丝很考这个处理跟刀工的，因为鳗鱼的骨头呢像一个十字架一样的。尝一下味道，米香不太膻，质感很有自己的一种劲道。泡椒白汁羊肉，这样剥已经感觉到是挺嫩的。这个金汤呢是很多姜，一丁点麻，泡椒本身的那种香气，非常好。喜欢吃羊的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吃羊会觉得有一丁点羊的那种骚气。龙虾汤包和黑松露汤包，咱们风味派也刚刚出了黑松露汤包，我就看看哪一个好吃，考验一下。哇，这个汁还是挺多的，汤是很足，但是那个馅儿稍微散了一丁点，味道是好的。猪肝丝，看到这么多刀工的，这么费劲的，基本上都是淮扬菜。猪肝丝呢，说实话，其实就是那个汤底的，以及那个火腿的香。抓一条火腿丝，带着火腿丝一起吃。火腿我觉得咸的劲儿不够大，整体是好吃的。鸭血粉丝汤，大家来到这边肯定是会找一个鸭血粉丝汤，看看是不是正宗的，尝下鸭血。它鸭血的这个凝固点我是蛮喜欢的，有很多猪血啊鸭血它的凝固时候太硬，但是有时候又太散。这个粉丝的粗细我觉得选的非常聪明，它是比一般的粉丝还粗一点点，所以它的弹性没有失去。宝塔肉片一片的，非常的用心的，我们夹一块这个饼，有点料。这个南瓜的一丁点的甜呢，跟整个事情好搭，不光是颜色好看，真的是有道理的。梅干菜的咸以及肥肉这个薄度非常合理，不错不错。吃完点评一下，我要隆重的提示一下，基本上里面呢我刚刚有点过的菜我都可以尝试，我都推荐，除了那个醉虾，因为熟醉了如果醉太久呢那个肉会不弹嘛。关键是有很多传统的餐厅，他喜欢在传统菜上面去加很多不同的创意，但是增添的不好的时候就是一大堆的混乱，他们反而是完全不创新，坚守这个传统，我反而觉得更好。三个风味。